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大庆玉石开发。大庆玉石呢，主要负责各类的宝石、玉石、骨灰罐的批发与零售，客制化的礼仪用品等等，秉持着人道关怀与生命尊严的企业理念，让先人都能有一个永存合一的居所，期许能更圆满的协助及服务每一位家属。本集呢，感谢由大庆玉石开发赞助播出。现在在我后面的就是大庆玉石开发。那今天呢，他们要去台中法天坛的虎爷会呢，分灵一尊三军尊神，今天要在那边做开光点眼的仪式。那现在虎爷公呢，已经在法天坛虎爷会那边，我们就来去看一下吧。Let's go。好，先来到我们台中法天坛虎爷会三军尊神这边。法天坛虎爷会主庙分灵至普子配天宫。配天宫虎爷尊称为三军尊神，为妈祖座前的角力，因曾协助妈祖斩妖除魔，保护众生，被玉皇大帝赐封为将军，可供奉于神桌上，与妈祖娘娘同享人间烟火。现在后面就准备烧化书文，然后咱们来开光。水光照，观天归，观天归，天宝镜，宝镜，照天天清，清了了了。
李殿德灵，灵天明灵灵帝。现在六尊三军尊神同时一起开光啊！林兵会给命令。看得出来哪一尊是指大清御史的虎爷吗？我是分不出来。那在最后呢，工商一下，身为藏衣百货大亨的大清御史老板呢，最近出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与女儿的生命约定》。那在7月23日呢，跟8月21日在台北跟台中呢都有新书的发表会，那就再请大家可以呢多多支持一下。与女儿的生命约定。